大嘴最常用的偷家方式有哪些？说到这个，我小鬼头最有发言权了。没错，本期视频没有老大，只有我小鬼头。首先就是推推乐，尤其是五橄榄平推，老大最爱的偷家方式之一。一键三连，海鸥永远的神。全军出击，最快的偷家方式，也有可能是翻车最快的。死神偷家，出场次数比较少，只能对付最后一排没有植物的阵容。最后要龙。